各位喜歡落班的朋友仔，你們今個星期有福了，可以連續落七日班這麼多。哇，李老師不爽到你們飛起？唉，不要生氣，都過了去了。我知道你們連續上了這麼多日班心情不好，那個爛鏡調節一下氣氛嘛，不要那麼激動傷身啊，為了份工打把牛工還要激親自己，屌你不過說真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呢，放完個長假之後，大家身體確實發生了少少的變化。傷身咦，這個時候說很多朋友仔這個國慶長假都是這樣過的，48小時吃遍東莞，48小時吃遍珠海，48小時吃遍佛山，而還有兩天吃了包括但不限於燒豬兩隻、澳龍兩隻、石斑兩條、鮑魚十隻，合計41頭。你騙我不到的，有一隻撩鬼命一看就知道它不夠稱了，最多5頭。大頭蝦36隻，只有兩隻有膏，慘，倒輸了。原背6隻，排骨兩線，紙巾兩包，大炮兩支，茅台半蓋，梗係啦，醬香拿鐵都搶到咁嘅樣啊，大佬！家陣正正經經嘅茅台喎，幾大嗒下啦，都未落肚就喺個嘴度蒸發咗啦，已經咩妹到佢？茅台咁少，誒攞曬你啲相片咩啊？攞翻俾老豆唔得？嘿！不過話時話，你俾幾多蚊紙人情啊？夠膽死咁食法？要攞煙俾老豆哦，唔怪之得人哋主人家啱先喺個台度喊得咁鬼犀利啦！唉，死曬啦！下次唔借你乜？講笑啫，但係人情呢啲嘢咧，我哋不嬲都係主張講心意，唔講誠意。嗱，不過我真係想問一句，你哋咁樣食法，依家夠唔夠膽上稱咧？各位，你哋需要明白，變肥呢啲嘢咧，唔係話一蹴而就嘅，話嚟就嚟噶啦。有冇攞筆記簿啊？而係一個循序漸進嘅過程嚟嘅，好似阿琪咁，你估阿琪係一日之間食到肥成咁樣嘅？梗唔係啦，冇人可以一啖就食成肥仔嘅。嗱，你哋識阿琪咁多年，我就放一張你哋當初見阿琪嘅樣啊！哇！嗱，你冇對比你唔覺噶，係慢慢變成咁噶嘛？呢條樣肥成今日咁樣，係要經過好漫长，铁柱磨成针，刀仔锯大树嘅过程，绝大部分人开始变肥咧，都系源于某一日行过一间药店，屎不行就去称称体重，行上个体重秤一计，咦，竟然重咗十斤、啊，你大吃一惊，明明我身体都冇乜变化，仲系玲珑浮凸嘅，点解重咗十斤噶？唔得，即刻饮翻杯小冰半糖嘅波波芋泥奶茶压下惊先，冷静落嚟之后，你觉得？十斤，算得咩啊？只要我夜晚做多几次运动，夜晚食少几餐宵夜，跟住再做多几次运动，即刻马上五斤，连取爆翻个石，有五斤。跟住饭照食，茶照饮，我食咗成世饭堂，我唔可以享受享受咩？啊？借了租约，借了我。当路看到。嘿，唔可以俾 Kiki 见到我跳呢只舞，如果唔系穿煲。殊不知，所有命运馈赠嘅食物，嗱，屌你攞笔记簿噶啦，都已经暗中标好咗价格同重量。过咗一段时间，你又路过间药店啦，你又屎忽痕，又去请请啦，喂，啊系啦，屎忽，讲过噶呢个，复杂嚟嘅呢个，几记啦？啊，又重咗十斤？你又重咗？你有少少方，不过情绪都仲系稳定，年纪大少少。新陳代謝慢少少，所以體重輕輕重少少，好合理喎、啊，十斤，小意思，老規矩，只要我夜晚食少幾餐宵夜，跟住再做多啲運動，即刻就點樣啊？十五斤，然後再去爆多幾次石，又點啊？又十五斤，係我姐唔使提我，我學過數學，都係之前嗰十斤嚟啫。咁我报多个健身班咯、啊。平时做嘢啊，做得咁鬼辛苦啊，啊食啲好嘢慰劳下自己，有咩唔得啊？再唔疯狂就老啦，老咗都要食噶。再唔疯狂，星期四变星期五。喂，边个护士？俾我睇下你哋实力。嗱，好快，你会开始关注自己体重，你甚至去买咗个秤，然后毫无意外地 ，damn， 又重咗十斤。你清醒啲啦，咩十斤啊？头尾加埋30斤啊！我唔系发紧梦啊！我真系肥咗啊！喂，老友，今时今日肥咗系一件好大压力嘅事嚟。嗱，呢个压力咧，并唔系话来自于身边嘅人，朋友，我都肥过，但系唔知点解，自从我做咗老细之后，
我身边嘅人从来都冇话过我肥，我肥咩？你瘦咗添。大家有眼睇有耳听噶嘛？系，只不过你上网就要好小心，因为会有人失惊无神行出嚟同你讲：，喂，肥，你肥啊？你身体唔好啊？嗱，以前就话你呢位尊敬嘅客户，嗱，你肥咧，嗱系因为你嘅肠胃有问题，你肠胃里面咧有屎啊，系，人人都有屎嘅，但系你啲屎特别多，积埋积埋好多隔夜嗰啲。咁你肚腩咪大咯，不过唔使惊，用咗我哋嘅产品就可以一次过屙晒佢哋出嚟，排走晒啲毒素，跟住你就瘦噶啦。嗱，虽然听起身咧好似有啲道理，但系按照佢嘅解释咧，咁即系阿奇肥嗰三十斤咧，全部都系阿奇条肠里面装住三十斤嘢啊！阿奇嗰条系九转大肠都装唔落啦嘛，大佬。而且阿奇唔系斋肥个肚腩噶，佢有双下巴噶，双下巴点解释啊？吓，唔系有啲喺好啦，然后随住医学嘅进步咧，又有人失惊无神行出嚟同你讲：嗱，你肥咧系因为你嘅内脏有问题，你内脏啊排唔到毒啊，积埋好多毒素啊，咁啊积到你有双下巴咯。不过唔紧要啊，食咗我哋嘅产品就可以排走晒啲毒素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瘦落嚟。虽然听起身又好有道理，但系按照呢个逻辑，阿奇嘅身体里面一系咧而家就系个情况，就系一系就有30斤 shit。一系就有30斤毒素，点解佢仲生存到嘅？佢应该俾自己毒死咗啦！正当阿奇惶惶不可终日嘅时候，随住医学嘅继续进步，又有人失惊无神同你解释，佢哋讲得啱，但唔完全啱。你肥系因为你湿气重噶，嗱你湿气前身个头又油个口又臭，瞓你又瞓唔好，肥你又减唔到，咪梗系肥啦。不过唔紧要，饮咗我哋去湿茶，你就可以排走晒啲湿气，跟住你就瘦噶啦。但系不得不说。呢、这、一个确系好似几适合我哋广东人嘅体质，所以你哋明白嘛？点解要减肥啫？因为你一日唔减肥啊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周身都有问题，肠胃有问题啦，内脏有问题啦，阴阳都有问题啦，你嘅身体冇一忽系好啊，你睇起身好似时日无多咁啊。嗱，不过我唔系讲嗰啲通常维护内脏、去湿气嗰啲产品冇用啊，具体边只有用？下一次我接到话俾你听，绝大多数都系有用嘅。正如樱木花道话斋，左手。只是輔助咳，這些產品都是一樣，都是起到輔助咳的作用。你想減肥成功，最終都要靠回隻右手和左手合力一起做多些運動。你肥呢，那是因為你的腸胃有問題。為什麼嘛？因為你的腸胃裡面呢有屎呢，是人人都有屎，但你的屎就特別多呢，積聚都起身，就好多隔夜那些嘛，所以你的肚腩咪大呢，不过你有福你冇使担心。你食咗我嘅产品，